铜锣乡中平村是苗栗县稻米芋头主要产区之一，结合客庄饮食文化推广在地农产，中平社区总动员透过米食料理制作，成功打响中平乡芋口碑，更进一步结合青农力量，展现青营共创农村再生成果。欢迎光临中平社区，伙伴们热情迎接，展现客庄好客精神。铜锣乡中平村是苗栗县芋头产区之一，满桌点心招待贵客，善用芋头作为食材，变化出美味米食。我们也是提供给那个农会，所以呢，现在慢慢的，我们的牌子也出来，有铜锣芋头，那我们这边有很多我们长辈们制作的。有关于米食啊，或者是芋头的一个产品。展现火力与朝气，中平百岁太鼓表演展现阿公阿婆关怀据点的所学成果，呈现客家本色。社区志工玩创意，治疗应景，利用稻杆制作健康棒棒。将这个稻草折成，稍微的筛选，筛选之后呢，把它把它对折，对折过后呢，然后才来用线条把它绑，然后绑好之后，这边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再用绳子捆绑之后呢，又变成一个健康棒棒，打起来很舒服。照顾长辈健康，青年也共同投入社区绿色照顾行列。青农在这边扮演的角色，第一个是陪伴，第二个是觉得可以让长辈学习到我们新的可能用运用 AI 啊，运用一些科技的感觉去做一些的农业的培养。主要是想说让长辈们呢可以继续在对一些农作物的部分的认知可以更加的深入，然后加上他们也可以利用手部的运动，然后还有一些脑部的运动，可以让他们可以生活更多元化。透过青营共创模式，中平社区努力耕耘农村再生，推广客庄农产文化，兼顾引发照顾。